助早餐一斤十块钱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自助早餐一斤十块钱，自助早餐十元一位。哎，美女，吃早餐呗，十元一位。你这自助早餐咋吃的呀？是这样子的，您进去的时候先称一下您的体重，您吃完早餐出来之后再称一下您的体重，如果超出一斤算您十块，如果超出两斤算您二十，以此类推。那还挺便宜的嘛。是啊是啊，来进来吃点。那有肉吗？有，啥都有，进来吧进来吧。不了不了，刚吃饱，下次下次啊。十元一位，自助早餐十元一位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自助早餐十元一位，走过路过。哎，美女，来吃早餐呗。是是是，吃早餐。来来来，先称一下您的体重。来，上来。您的体重是150斤，来，里面请。这老板娘也太聪明了，喝个水都得算钱算分量，十块钱一斤的水呀，跟喝金子一样。以为我没办法了是吧？跟我耍聪明，差着远呢。老板娘结账。哦，行，过来称一下您的体重。哎，行。您的体重是81斤啊，我看一下您进去的体重是多少啊？150斤，81斤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越吃越轻了呢？而且还差距这么大，怎么回事呢？哎，老板，你刚刚说是一斤十块钱，我进来的时候是150斤，出去的时候变成81斤，一共少了69斤，所以你还得给我690块呢。微信找给你吧。收到了啊。